近两年明星旅行真人秀大火，张翰、华晨宇、刘烨、李治廷、马天宇等男挑夫们都透过节目的热播火了一把。花儿与少年第二季开播在即，网上曾传出鹿晗也是旅行团成员，随着鹿晗工作室的声明曝光，也正式确认鹿晗不会参加任何一档旅行真人秀节目，飞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，为此他不得不遗憾放弃一些重要的工作。鹿晗工作室曾接到某旅行节目组透过各种渠道发来的邀请，工作室与鹿晗本人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再不参与的决定。工作室遗憾声明，鹿晗现在的状态还无法加入到需要长途旅行的节目中，在此只能说声抱歉。恐高症并非无法克服，鹿晗也正在积极地尝试各种方法，希望能早日实现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